会刚开始我们就租一段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多一个牙差的长度，是吧？多一个牙差的长度，所以你的车身长是较长。哦，一转过来，一转过来，这边是转的角度，我对过来，但是会多这个牙差长度，所以尽量这个地方宽一点，宽一点。不会放，就减少你紧张的很多。好，那就有了这样。
的你放下来，放好你就可以收，我就可以收回来。好，退出来，来，你要先离开站板，就是你要先离开站板，不能走啊，好吧？好，回到出发的地点。好，这就完成这个平面。